少年倒卧在地上，为其检视伤口，发现少年头颅及四肢均明显变形，且有脑浆外溢现象，明显死亡。2月14日晚上凌晨1:19，接获勤务中心派遣，鹿草乡往竹山村方向有一车祸案件，鹿草消防队出动911车到达现场，见一少年倒卧在地上，为其检视伤口，发现少年头颅及四肢均明显变形，且有脑浆外溢现象，明显死亡。现场交由派出所做后续相关肇事责任。